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姐，欢迎回我们的红茶 Vlog。每天六点准时发片。上一次呢，我们大家去一个游泳的地方，这一次我们大家去另一个更棒的地方 ，Let's go。OK， 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边啦，就是毛宝摇摇宠物庄园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进在里面，你看里面有这么多只狗啊，这只是大白秀，然后这个是黄金拉拉，黄金套拉拉，现在让他们来多交流一下。那不是，这是什么狗？这个不知道什么狗，黄金拉拉，而且也猫做和汪姆，这个真的好大只啊！然后你们比较看看，看，反正感觉很大只，结果现在这个更大。等一下我们再出去外面晃一下，晃一下。乖乖，这个你看它一定都要吹冷气的，哇！这里还有一只黄金，它是四岁了，婆婆说是救援回来的。所以他现在比较瘦一点了，刚结完扎。红茶，走吧，玩水吧，玩水吧，来这里这里，你别对啊！哇，好小只哦！看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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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两只真都爱顶水呢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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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，人家贝拉多厉害啊！萝莉啊，萝莉！各位，现在红茶呢已经非常会游泳了，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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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抢输了，抢输了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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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不过只有红茶要咬球。OK， 各位观众，我觉得这边还不错，因为这边呢不只可以奔跑，又可以游泳，而且你也不用担心呢宠物会跑出去。这间房子里面有餐点，你可以在里面，在里面有火锅、披萨什么的都可以吃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有毛小孩的话，又不知道带他们去哪里跑的话，非常适合来这边走走。你看我们红茶玩得多开心，也认识了很多小朋友。今天红茶vlog就做个结束，如果之后还要带他去哪里玩，或是有什么有趣的呢，我们会再拍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最重要的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累了吗？啊，回家好好睡觉吧。做梦想啊，今晚好睡哦。